就好了，你不要乱动了。男子表情痛苦，疑似大腿受伤，手跟后脑也有撕裂伤，坐在担架上，消防人员到场救援。而这就在万华知名的钻石大楼内。你不要起来，你这样子会出血啊。救护车赶到，紧急将伤者送医。李姓男子原本只是受朋友请托去打扫房间，好端端的怎么会被打到挂彩？事发就在这个月23号，色情行业猖獗的台北市万华钻石大楼内，当时业者陈明杰疑似怀疑李姓陌生男子是要来抢自己生意，才会和对方爆发冲突。上次我们设计一个打扫阿姨来打扫，有专门一个打扫阿姨。对啊。动手的就是先前才因为钻石大楼争地盘械斗的角头陈明杰，这回看到陌生人依旧很激动，找小弟直接围殴李姓男子，警方也要再查他有没有被囚禁。而李明杰不止打人，还在脸书点名威正集团董事长吴明达，说我们万华区不是你们大同区，不要一直越线来撒野，似乎担心自己的色情版图遭外来势力插旗。每天都有啊，15点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就出来了，他们门口还有这路口他们都会站着，警察也在他们旁边啊，然后他们就一样在警察旁边会自拉出来。警方先前才大动作扫黄，但陈明杰长期盘踞钻石大楼，承租50个套房，靠应招占盈利，不止跟在地帮派先前就有过冲突，这回又怕自己势力被撼动，嚣张闹上新闻版面。华视新闻黄品璇、潘玉泉台北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